怎么了？哎呀，其实我今儿个客饭。哎，你这话，大家对你多热情啊，都是热烈的掌声鼓励你，你还烦什么烦？我饭，这不前几天吗？啊，我刚谈了个女朋友。这不好事吗？你烦烦什么呀？好啥呀？啊，吹了。吹了也是好事啊。吹了也是好事啊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吗？哎呀，你拉倒吧。朋友们，恁是不知道啊。啊。我这个人命太苦。怎么太苦了？以前谈恋爱啊，我是谈一个吹一个。哦，谈一个吹一个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我是谈一个吹一个，谈一个吹一个，谈一个吹一个。命太苦啊。咱们接着谈呢，这灰什么心啊？咱这小伙往这一站，咱比谁差哪儿了啊？是啊，你让大伙看看、啊、你看咱这个头。回去换一个。你让大伙看你这模样，你看这皮肤，你让大伙你吹就吹了吧你。你咋连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？我不是不同情你，你吹了你为什么？你总得有个原因呢、啊，有个理由啊。昨天晚上啊，我请俺女朋友，还有她妈啊，一块去唱歌去了。这不挺好的吗？我饱含深情的对着他妈唱了一首《母亲》啊，这不挺好的吗？我刚唱两句啊，他妈就生气了。这他妈生什么气呀、啊？他妈说啊，你冲着谁唱《母亲》来？你冲着谁唱《母亲》来？怎么了？你还比我大两岁嘞？啊？不是，您这对象多大了？19啊。要说是小了点啊，他妈多大了？24啊。啊，这差了5岁，这个那是他后妈。哎呀哥呀、啊、我长真大啊，我就听过有唱娘的歌啊，哪有唱丈母娘的歌呀？对，是不是？那你没碰上我啊？你要碰上我，我们俩早成了。哼，你们俩早成了？不是那个，我早让你们俩成了啊。你会唱丈母娘的歌？特别说丈母娘了、啊、我连小姨子小舅子我全会唱，娘家那头我全包了。你这真的家里？当然了，你想听吗？那你教教我。我现在教你啊。啊，我给你先唱一个小姨子吧。小姨子。小姨子儿，小姨子儿，我的小姨子儿。这怎么样？拉倒吧。怎么了？没有小姨子也没小舅子，你唱好老丈母娘的中啊。啊，光一个岳母啊？岳母那好办了。嗯，你听这个啊，我爱丈母娘。你也不怕那老丈人揍你？不是，你爱那丈母娘？这就不合适哈、啊、这啊，我这首就合适了、啊、这首准成啊。嗯、啊，丈母娘，你是不是饿的慌？你要是饿的慌，对我师娘讲，师娘我给你熬鸡汤。你别唱，又怎么了？你唱的是丈母娘吗？这怎么了？你唱的是杜十娘。不是，这个歌不合适，咱还有合适，你别着急。你唱合适的呗。这首就准行啊！你听这个啊，你唱吧。你如雪的新书包，还是母亲？别着急，岳母给你拿。你雨中的花折伞，岳母给你打。你爱吃的那三鲜馅儿，岳母她给你包。你眼中的泪花，岳母给你擦。啊，这就是老岳母啊，这就是丈母娘，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咱的丈母娘。这多好，这个啊，好好学着点。不赖，不赖吧？真不赖。不赖好，不赖你啊。不赖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你这套词儿那我也会。这比你那没有强。那你要是按套词儿来，那俺不但能唱丈母娘啊，俺还能唱老丈人呢。你有这本事？你不信听过？我听听。我的老丈人，我最亲爱的人，生活的甘甜有三分，你却吃了十分。
这辈子做你的女婿，我没有做够，央求你呀、啊，下辈子怎么样？还做我的老丈人，我的老丈人，还喊什么呀？